气超好的，我们来到了，这里是哪里？天阳宫。耶！太阳超大。我们这边太阳。我们现在要走去看樱花。我们就去爬坡上去看樱花。要去下一个景点了 ，Let's go！ 这边有一些樱花。那我们现在换到二子坪这边来。1.8公里，往返1.8，1.5个半小时。好了，我们去逛一下吧。走这里，我们站迈步道，这个应该会比较轻松。走这个比较轻松，不会那么累。对呀，啊，慢慢行。来这边是吸收分多精，好不好？身体才会好。而且这种天气又没有任何的。太阳很凉凉的，我们刚刚走的无障碍跟一般道路只差一点点，差你8公里。对，蝴蝶花啦，继续往前走。你就带到这里。好可惜，这边的樱花都还没。